兄姐妹的成长啊，尤其这次很多的国中生一起参与，然后他们要自己去带很小的孩子，看他们都很尽心，而且我听了很多很多的笑话，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啊跟激励啊。我们相信啊，教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啊，也是一个宣教的教会，是被神所拣选的教会。我愿神祝福台南新教会啊，更多的往前行，朝着神的意向啊前进。到说在第一天也许是没有那么容易，然后有一点混乱的过程，然后一直到有秩序，一直到看到队员们可以跟孩子们有这么多的分享，这么多的感恩跟见证，我们真的看到神的爱就在他们当中。是，对，其实真的很感谢你们，也看到你们在这当中付出很多，其实很多时候都很心疼你们那么晚睡，你们那么疲倦，然后告诉大家是这次我们做得很好，你们都很棒，也希望这个服事是一生之久，我们继续持续下去，大家加油。吹到风雾打住走住，快快跑路，我是小猪，该赚快乌打住中住，是上帝最大的祝福，我们也期盼我们以后还有机会，我们一起来短宣，我们为神的征战。最后要说所有短宣队的队员们，你们真棒。新的一天带着生命的宝剑，誓言守护神同在的身边，全心预备冲破所有的考验，他的诺言一定都会实现。我们是天国的军队，在世界上抵挡魔鬼的谎言，穿上主灵的军装抵挡火箭，奋勇向前凯旋而归。
轻的短宣队的小朋友们，他们在带领的时候能够更多的挑战，更多的成长，将来承接福音的棒子啊。哎，对，这真的很棒。我们这一次的团员当中最年轻的团员才国中一年级哦，而我们来报名的小朋友有一个是国中二年级哦。国中一年级，国中二年级，哇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加油，在主里要当耶稣基督的精兵，不叫人小看你年轻，靠主来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教会牧师对我们非常热情的支持哦，非常鼓励我们，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都觉得非常的温暖。在今年的啊，因为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丹路国校哦，那因为这个学校它的人数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在编制上面的队伍都是非常精英中的精英哦，我们都是说是以一挡百这样，所以就13个壮士我们就一起来到丹路国校哦。
整个教会似乎就因为这个短宣队，然后大家都动了起来。不仅我们看到妈妈小组，圆桌小组也会因此而到不同地方去探访。那包含我们这次的医疗小组、工作人员的支持，那我们深信在这样的行动当中，我们可以更多的连接在教会的福音行动，而且让教会整个我们的对于宣教的使命的认同，还有对于我们这整个为神大使命的尾声，我们都能够更多的帮助。愿神赐福台南圣教会，让台南圣教会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教会。